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圣诞节调酒，我们通常都会想到红酒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会有一点肉桂的感觉。呀，我喜欢肉桂。大家如果在家里啊，没有器具的状况下，那要怎么样做一些好喝的调酒？因为它是不能少的就是酒精，所以这是材料上。一步一步揭晓。好，酒成是红酒。这红酒是到处都买到的那种红酒。对。那我如果买那种很便宜的那种，很便宜的便利商店买300多块钱，哎，你加多少啊 ？Hello， 我要加2盎司，2盎司是差不多60毫升。基本上应该是买什么样的红酒都会好喝的吧？我要再加的是蜂蜜糖的选择啊，就是有很多种，因为我待会会加酱，但你也可以把酱煮成糖。你说这个吗？对。或者是用刚刚讲到的肉桂发出的糖，我们的话是买这种肉桂棒，这好像不是很容易取得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没有要讲它。姜的话就比较好取得嘛，但是煮糖的过程比较麻烦。不是，就是煮姜茶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姜茶是直接加姜去煮。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这次又选择蜂蜜，对，最 easy 的，就是大家好取得。那你想要偏酸还是偏甜？那就是蜂蜜啊，也下2盎司，这样太甜了吧？所以我开玩笑。你要我干嘛？没关系，你就站着。我今天的工作其实就是负责讲屁话，因为我对调酒这东西是一点点都不会。可是你不是上次调了一杯什么吗？那是因为最近那个电视上有打广告，那个金金 Highball 的广告，然后我想说那么简单，我就可以来自己调调看，然后结果我就是放金金跟浓缩的柠檬水，因为我连柠檬都懒得买，然后再放雪碧。好甜哦，因为那浓缩柠檬水就有糖了，其实要加，所以我就已经放弃要当职业调酒师这条路了，我们要去抢他的饭碗。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切姜，直接丢进去吗？对啊，然后这个就是看你想要多加，一般我会加3片左右去调整。这是啥？麻豆棒，但家里没有的话，买棒状物，然后压它就好了。你要感受一下，好，把那个姜压爆的感觉。哎，好累哦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也要。很香吗？接下来要加柠檬汁，这就是那个浓缩柠檬汁吗？是新鲜，新鲜柠檬汁。我下15毫升，这时候如果你想要烈一点，让声音更暖一点，要，可以加威士忌，红酒加威士忌，那不就要喝醉了？哈利不是就要喝醉吗？没有想要喝醉的话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放很多哎，加30毫升，手边都是口水，看不够吧？我觉得不够，就没有要给观众一个准确的数字，差不多那样子吧。妹子前面这样子试来试去，没有很帅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就是咚，然后就好了。就是我是从你的口味去做调整。你现在在干嘛？下一步就是加入自己想加的水果丁。都可以，所以你现在在切柳橙，我如果想要加草莓也可以。可以啊，不会怪吧？苹果完全可以。榴莲。榴莲，我觉得。金蕉我觉得不太适合，大家自己知道要放什么进去，不要放那种太挑头的水果就行了，对吧？接下来我要加一点草药，咸鱼啊，对啊的感觉，很有哎、欸，很有，就是你故意不要在观众面前切水果，怎么了吗？你的刀法看得出来平常没有在做事，刀工很差，但你都看不到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要为大耳维持点形象，毕竟是个厉害的调酒师。你知道其实我切的厉害是它上面在那边啊，好的搅它吗？然后加冰块，就连摇都不用摇，可摇可不摇。如果想要耍帅的话，其实可以摇一下，加碎冰加到8分，家里没有碎冰的，一块一块的冰块有差吗？没有差，我帮你冰回去，我今天是小虫。你会用冰箱吗？你消失很有戏，不知道放哪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知道放哪里。好喝，觉得冬天喝的非常棒，超冰的好吗？今天教大家的圣诞 party 特调，还有名字吗？圣帕特 ，ear part，ear part，ear part。那我要来试它的，你觉得蛮好喝的，可以很姜，很暖吧？虽然它是冰的，但是喝下去很暖，很暖，这边还蛮烧的，超暖的，蛮烧的，真的有。如果你加那种大缸的。也可以直接把材料都加进去。国外电影里面那种，然后用大汤匙去搅拌它。对，然后每个人经过这样子挖一勺，很赞呢。对，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早就放这支影片吗？让你们有时间可以准备材料跟学。这样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吧？很简单啊，而且我觉得好好做一条好。祝大家圣诞节可以过一个完美的 party。但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在下面留言哦，我们都会回复你们的。拜拜，拜拜。